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宗耀，你在这儿，我回来了。想你了呗，回来看看你。嗯，给你尝尝。要。嗯，真好吃。给这拿上。妈，你把那个红塑料袋搁在冰箱里。哦。宗耀。你回来了，单位咋办呀？跟同事调休了。哦。妈，中午吃啥饭？没错，你孙叔的爹没了，今天出殡。咋没了？哎，老头上山上烧荒草，火势大，腿脚不利索，烧死了。烧山年年出事，还有人烧？可不是，咱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孩子呀，都出去打工了，地都租出去了，没人种。老头种了一辈子庄稼，闲不住。估计呀，是想烧点荒草养养土，明年种个玉米啥的，谁知道就烧死了。来，等一会儿我们去吃流水席，你去不去啊？尝尝宗耀买的。让宗耀骑车带你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走着去。宗耀，你就送送你爸爸，那么远的路你就送送他呗。妈，你要是再劝我跟你急了。亲生骨肉，那有那么大的仇啊？亲生的能干出那种事儿？你爸也是为你好，他不想让你离家太远。不想让我离家远，别送我去城里上学。二龙哥，怎么才来呢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行，放那儿吧。好好，回来。还有十块，哦，你数一下。哎，不不不用不用，哎，好。帮忙呢？嗯，来酸酒啊。哎，哦对了，那个你上回要的那个洗面奶啊，我给你捎回来了，你看什么有空，去店里头拿一下吧。行。等我下午忙完哈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来了，来，拿着拿着。哎呦，这么多菜啊，手艺不错。嗯，嘿，水真多。讨厌，那你去吧，别让你媳妇看见。回娘家了，我明天才去接她呢。我表弟葬礼上怎么看不见你啊？他死了跟我有啥关系啊？要不是你把他甩了，哎，你别诬陷人，是你表弟自己喝醉酒从咸阳铺上掉下去的。你闭嘴，这有你什么事啊？要不是你把他甩了，他能喝醉了一个人往山上跑吗？就是你这贱货把他害了。我没贱货啊你。哎，你到底是谁？哎，野丫头，你敢跟我撒野？我要你一命你一命，你信不信？
婉婉，你去哪儿？我回家了，没意思。你把东西捎回去。啊，不管。街坊邻居们都来了啊，我来说两句。这个孙家老爷子走了，我相信大伙儿和我一样，心里边都很难过。老人入土为安了，这个生者呢，节哀顺变，啊。今天大伙儿来的比较齐，我就再多说几句。咱们村啊，因为这个烧山是年年出事儿，现在你看，又入冬了，天干物燥的。你们这个上山下山呢，怎么抽烟点火的，离那个山林子远点儿。就万一真的有点什么事儿，啊，你甩手走了，那家里头人多难过呀。中药，干啥呢？哟，你可不敢动他这宝贝，让你爸看见非骂你不可。谁稀罕他这破东西，老顽固，人家当村长，家里面买车盖房，他当村长，咱还得往里倒贴钱。什么年代了嘛，先进模范有屁用？不许你这么说，你爸为村里办了那么多的好事儿，人们都记在心里。这次换届选举，有人拉钱拉选票，村民们就是不同意，非选你爸不可。选上了又能咋样？他一个人过关瘾，咱又沾不着光。谁说的？你现在的工作就是你爸用人品换来的，有人拿钱还进不去呢。谁稀罕他这工作？天天坐办公室，有啥意思？带上，哪儿买的？瞎说，我烧香请来的，保佑你平平安安。行了，走吧，吃饭去，帮妈拿那碗。听我们家三儿说，你把中药的工作给搅黄了。不对，那不叫搅黄。嗯，我那是帮助他做个明智的选择。别玩了，吃饭吧。宗阳，你是不是谈对象了？你看我现在给他安排的多好啊，铁饭碗啊，离家又近，还能经常回来看看我们两口子。再过两年结了婚生个孩子，那我一退下来不就在家安安稳稳的抱孙子。你爸可说了，不想让你在咱村里找，他正托人想你找一个城里姑娘。他要是再逼我，我真离家出走了。瞎说，你爸这不是为你好吗？你干啥去？不吃饭了？你吃吧，我走了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？回城里。想我没？你电话里那么着急让我回来，这咋一见面就生气呢？
喜欢不？咋又不让亲呢？亲出事儿，你负责啊？亲能亲出啥事儿？你啥意思啊？出啥事儿了？我怀孕了。你确定？你啥时候发现的？不可能啊！咱俩上回做是啥时候？上个月好几次呢，我哪知道是哪一次？我都有措施啊，你咋能肯定呢？我这次都没来，我又不敢问别人，就到镇上的药店买了个验孕棒，一测就知道了。谁知道你买的破玩意儿有没有漏啊？这下完了。这咋办？啥咋办？你想抵赖啊？这孩子你得负责。你得娶我，你得跟我结婚。结婚？咋不往家里人说啊？不行，不能说。我不管，你就得跟我结婚。谁啊？出来！消灯药是吧？白虎。啊，你回家。都是熟人，我就不废话了。那这样啊，你呢？给我10000块钱，就当的是封口费。要是不给，我就说村长家的公子睡了人家黄花大闺女，还把人家肚子给搞大了。到时候我看你把这个村长他咋当。你这是敲诈，我没钱。不给是吧？好，你们继续。继续，白虎，白虎你别走，白虎，你不能走，干嘛？别动手啊！把手松开，听见没有？松开！你听我说，别松开，听见没有？松开！松开，你没事吧？我想回家。你回家了，孩子怎么了？那我父母咋办？他们会着急的。我想好了，我们走得远远的，等我们安顿好了再给他们联系，让他们安心。然后把孩子生下来。张雷啊，你最近手头宽裕不？那好，我再见啊。喂，小天儿，我宗耀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我想找你借点钱。哦，那行，那你忙吧。再见啊。
欢欢，干啥？我出去一趟，你有什么要带的吗？没有。你要啥？来张50电话卡。啊、哦。还差一块。你看到那红色的奖章了吗？没啊，你放哪儿了？啥奖章呀？你的吗？不是，我爸的。那咋在你这儿呢？喂，大伟，你明天回来？你不用送，我过去取。谢谢你了。啊，明天见。明天去取钱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脸色这么差，没事，就是没睡好。等咱们拿到钱，就可以走了。黄欢，黄欢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你们家人到处找你，你妈心脏病都犯了。我妈咋了？你赶紧回家看看吧。我知道了，保证再见。哎哎哎，黄欢。急死了！你不相信我？王宝山是怎么找到你的？我跟他是碰巧遇到的，我出去买了个东西，走着走着就碰见他了。钱我已经借到了，
买了明天早上去广州的票，你跟我一块走吗？宗阳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就这样走了。我们不走怎么办？尸体就在那儿放着。过来，都给，哎哎。尸体还在现场，很快就会被发现的。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如果我们真走了，父母咋办？那我们回去自首，被判刑，坐牢，父母就好受了。你这样回去，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我要对你负责。你不用管我，你应该为你爸想想。如果那个奖章掉在了现场，别说了。冬药，如果我们就这么走了，我们两家都完了。我吗？接呀。喂，宗耀，你上班呢？妈，我上班呢。哦，我看天气预报了，马上要变天。你上次走得急，准备的衣服也没带，你啥时候回来拿呀？哦，我不冷。我爸呢？你爸？你爸修猪圈呢。啊，那我过两天回去取吧。好好好，行，那你忙吧啊。哎，再见啊。再见吧。我们回去自首吧。我陪你一起。欢欢，欢欢，醒醒，我们该走了。回家。你想通了。我想通了。太好了。但是有个事儿，你得听我的。啥事儿？我一个人去自首。那天发生的事儿，你都不知道，也与你无关，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不行，我跟你一起，我可以证明你是无意的。好歹是条人命。万一判个死刑，死我一个就够了。你回去，把孩子生下来，给我们萧家留个后，也算给我爸有个交代。就到这儿吧，你从那边走小路回去，我回趟家看看我妈。宗耀，回来了。哦，这是哦，白国庆的弟弟白虎今天出殡，人咋没的？听说是喝醉了，躺在草垛上抽烟，睡着以后把自己给烧死了。哎，这么年轻，多可惜啊！
我先帮忙去了啊。拿包烟。好。带个火机。行。抽一支。啊，不会。你这老婆一怀孕，看把你憋的！来，这不是还有你吗？是啊，快快帮忙啊！哎，哎，老婆，你怎么还没睡呀？我都准备睡觉了。哦，你说那个蓝外套啊，我知道，我明天给你带回去。睡啊！哎，哎呀，生气了？陈自立打电话说，他这两天要回来，你可别来了啊！听见没有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来就不来。我老婆也快生孩子了，我还得回去照顾她。别碰！你赶紧跟他离了得了。每次一提离婚，他打得更狠。这个畜生，早晚找人弄死他。我还真想过，有一次他喝醉了躺在床上怎么都叫不醒，我就想这是个机会，但是我在这里就一个人无依无靠的，如果他死了我怎么办？可是一想起他喝醉了折磨我的样子，我就真的想拿刀戳他。可是我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，再说万一真死了尸体怎么办？这好办呐，把他拖出去埋了。埋？埋哪儿啊？埋哪儿都不保险，总担心有一天会被人挖出来。再说了，这家里少个人，总得有个说法吧。
方法一定保险，把尸体拖到山上烧了。这不明摆着让人发现吗？你别光烧尸体啊，连着周围的荒草一块儿烧出一片来，就让人误认为是无意中被烧死的，像老孙头那样。可是邻居们都知道我们家不种地，他在城里打工，这烧荒也说不过去呀。这就看你怎么说了。溺死瘸子爱喝酒，在村里可是出了名的。他喝多了窝在那草垛里面睡着了，烟头把荒草点着了，烧死了。哎呀，其实因为这事儿咱村也没少死过人，所以人家也不会多想。第二天有人发现了，你出面认个尸，连警察都不用惊动，拖回来光明正大的把他埋了，绝无后患。可这尸体这么重，别说山坡了，我连这屋我都拖不出去。我帮你呀。你就会说你才没这个胆量。为了你我什么事都敢干。当年你怎么不说这话？当时你家人不同意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怎么就没勇气站出来表个态呢？你爸妈天天逼着我，你一个人跑得远远的，连人影都见不着。这说尸体怎么说到我这儿来了呀？我的幸福都是让你给毁的。你不要我了，这村里也没人敢要我，我才嫁给这死瘸子的，才到了今天这步田地，去杀死瘸子的应该是你，不是我。你欠我的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是为我什么都敢做吗？你去啊，去啊。是我，山子。村长叫你去趟村委会。哦，好。啥事儿这么急？因为王宝山。王宝山？啊，他把黄家闺女黄欢给烧死了。立新来了，啊，找你来对个事儿，你照实说就行，啊。昨天晚上，你是一个人在家。立新，你要说实话呀！你闭嘴。立新啊，是这样，你黄叔家的闺女黄欢昨天晚上失踪了。不是失踪，就是那王八蛋给害死了。冷静啊，先冷静冷静啊。黄家人说是王宝山干的，但是王宝山说昨天晚上去你那儿了，所以现在只有你能证明王宝山的清白。他胡说，昨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在家。你个无赖，还想狡辩，还往人家身上泼脏水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住手！住手！老黄，怎么不听？老黄，
别打了。哎，问一下，白虎家怎么走？从这儿左转，最后一间土房就是。啥事儿啊，丽琴？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可要挺住啊！啥事儿啊？就那尸体，这早上发现的那个，那不是黄欢，是你们家男人陈自立。谁？陈自立？我也说不清楚了，你赶紧去村委会吧。丽琴，你看。这是自立的身份证。丽琴，要不你再联系一下，这万一要是再搞错了。听说是丽琴她老公陈自立。自立，丽琴，别太难过了。自立，他已经这样了。啊，是啊，丽琴，你别太伤心了。村长，那只棺材我就移回去了。哦，这样。你别管了啊，我帮你安排，你先回去吧。回去吧。小凤，开门呐！王宝山，你就要不把话说清楚，就甭想进门。小凤，妈，大壮，啊，丽琴，那个棺材抬回来了，那个。灵棚一会儿都搭好了，那麻烦你了。还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说说。啥事儿啊？那个就是自立这事儿啊，你看是不是得报警啊？报警？啊，让警察来看看啊！那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烧没了，总得有个说法吧？哦。自立这事情吧，也怪他自己不小心，平时就爱贪杯，人都没了，说什么也没用。我想，还是让他赶快入土为安的好。哦，那个，这东西你拿着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拿着吧，那个你自己也多注意身体。你这情况我也知道，在村里没亲没故的，这以后，我的就是你的。啊，我出去
给他们搭把手。小凤，你把门打开，吃点东西吧。别假惺惺来这一套，你要是不把事情交代清楚，你就别想安生。你要我说啥呀？那村里都传开了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？啊？你是不是？是不是真去找？找那个骚娘们了？你说呀！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你滚！我什么也没干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你别再打给我了。放到那儿，行，把这个放到那边。柱子，哎，来，来，过来搭把手。大壮，啊，丽琴。喝点水，休息会儿吧。哦，都差不多了。辛苦你了。明天我再去把出殡用的东西买回来。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以后有事儿尽管说。啊，擦擦汗吧。哎，你不问那圆圆呢？你有胆做，你怎么不敢承认呢？妈，我来吧。宝山，你明天到县里把小凤的体检报告取回来吧。哎，黄欢，凤儿，待会儿把这碗粥喝了啊。他人上哪儿去了？怎么半天没动静了？我让他到县里给你拿那个体检报告了。哼，他甭想糊弄我，我一定要把他的丑事儿给抖出来。凤儿，听妈一句劝，宝山回来啊，就别骂他了。过两天呢，你就跟他回去，俩人好好的过日子啊。我才不呢，他要是不把话说清楚，我就在咱家不走了。你为啥非要问出来呢？有些事儿啊，放在他心里，像石头一样压他一辈子，他一辈子就会对你好。你要是问出来了，那这石头就搬到你心里了。你看看你现在，得为孩子着想。
是大壮，进城拉货了，走，把我送回村里。这村里也不通车，今儿啊幸亏遇到你。村里死人了，你现在还卖这个？走啊！哎，昨晚没睡好，我得眯一会儿啊。自立这事儿啊，你就想开一点，以后有啥事儿就去找婶儿啊。丽琴，少叔，自己保重好身体啊。到了，没有，我刚才去方便了一下。啊，嗯，慢慢慢，哎呀，我去办点大事。等会儿，陈自立，妈，开门，我是宝山。凤儿，
拿包烟。哦。多少钱？哦，10块。大壮，你回来了。那个，这是明天出殡用的东西，我给你买回来了。哦，这是给你的。又让你费心了。啊，进来喝杯水吧。啊，不了不了。咋这么轻啊？肉都烧没了，能重到哪儿去？轻还不好，多省劲儿啊！喂，请问你是陈自立的妻子吗？啊，我是。我这里是镇派出所，我们有点事需要找你了解一下，麻烦你现在过来一趟。你来的时候带一张陈自立的照片。哦。好，啥事啊？不知道，镇上的派出所叫我去一下，你送我一趟吧。那这咋弄啊？先停一停吧。丽琴，那个帮忙的我让他们回去了，车在外面呢。啊，丽琴，你先上车啊。柱子，先别弄了，你们俩，那个我出去一趟。镇派出所。
是昨天晚上在咸坡底下发现的。咸坡那个地方地势险峻，经常有人失足坠崖，死者的财物都在身上。根据尸体的情况判断，死亡的时间是昨天。昨天。嗯。这是他的遗物，没有身份证。我们是通过电话号码找到你的。如果没有其他疑问的话，下一步咱们可以到派出所办下手续，进行火化。李姐，我来帮你拿吧。大壮。谢谢你。丽琴，啥事儿啊？村长在吗？村长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。啊，丽琴，啥事儿？咱们里边说吧。不了，村长，我就几句话。今天镇派出所打电话叫我去认尸。啥？是自立他自己不小心从闲人坡上掉下去了，这棺材里装的。还真就不是我们家自立，可能真像您说的，是他捡了自立的钱包吧。那村长，棺材我就给您放这儿了，您再替他找找主家吧。还真让你给说中了。这回可咋办呢？
村长。啥时候进来的也不敲个门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修猪圈呢？啊，啥事儿？村长，我听说那棺材里装的不是陈子林，他们家又给抬回来了。啊。哦。村长，我。啥事儿？说嘛。哦，我想借那个尸体用用。哎，这是白虎家吗？对了，白虎呢？我弟弟进城打工去了。你们是？操，打工！你弟欠我钱，跑了，这欠条。三千，两千。这不太可能吧？身份证都押到这儿了，这借这么多钱干啥呀？你弟赌钱，你不知道啊？赌钱？二哥，二哥，那个再借我一点呗。兄弟今天点正，准能翻本。少给我说那屁话，先把之前欠的账给我清清。再少借一点，再少借一点。滚！滚！再少借给一点啊！你咋了？没事，二哥，老毛病了。谢谢啊！再借一点，最后一次，二哥。赶紧给他拿点钱，让滚！谢谢，谢谢啊！哎哎哎，把你身份证和手机押着。哦，好，谢谢二哥。哎，你他妈有了钱，把你的病看看去。哎，没事，死不了。谢谢二哥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你要不来那么多钱，你就请我吃这个呀？嗯，今儿早饭你说要吃啥？那你再去给我买个包吧。又买包？要不是这样，等我，我娶了你，什么都是你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你家人呀？说真的，我们老家就几个远房亲戚，真没啥可见的。子林哥，啊，老孟，别吃了，走吧，赶紧上班。没吃完呢。走吧，晚上我请你吃好的。走走走走。白虎，好久不见啊，子林哥。老板，来笼包子。子林哥，刚才那个女的长得不错，她是什么人啊？啊，这个干妹妹。什么干妹妹？我看是小三儿吧，那个兄弟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，你慢慢吃啊。嗯，老板结账，算一块儿。老板，再来两个包子，打包带走啊。一共三十。哎，兄弟，慢慢吃，我有事儿，先走啊。那你慢点啊，哥。哎，
的包子，不要了。来来来，拿块油。慢点，我去放放水啊。老赵，那么早？你也起这么早啊？嗨，年龄大了，锻炼锻炼。一块儿走吧。走，好。哎，啊，那怎么回事啊？好像又有人点火了，这赶快过去看看吧。哎，
你先在这儿守着，我回头叫人来认尸，啊。机咋关机了呢？出大事儿了！老黄家的姑娘黄欢死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村长来了，村长来了。哎，这怎么挪地方了呢？谁让你们动的尸体啊？这警察还没来看现场呢。来，村长啊。村长，咱这是不是得报警啊？等等啊，先。哎，黄家人呢？谁说这是黄欢呢？老黄说他女儿一晚上没回来，手机关机，早晨到亲戚家去找，路过发现这具尸体了。哎，哎，好，春楠。啊，黄家人抓住凶手了。凶手啊？谁啊？说是王宝山。老赵，啊，你去趟棺材店，啊，让老严给收拾一下。哎，你真下得去手机这作证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村长，人我们已抓到了。赶快报警吧！等等等等，咱们这个事儿没搞清楚之前，咱们先别这么草率，好不好？这事就是他干的，没错。大壮看见了，大壮，说，大壮，我没看见他烧人啊！你看是吧？我这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昨天晚上他在我那儿买东西，然后那个黄欢。从那儿过，他就跟着那个方向走了。哎，你胡说呀你！我从你店里出来的时候，路上就没人，我怎么知道黄欢去哪了呀？我，哎，大壮，真看清楚了？那个，反正他没回家，就是往他们家反方向走了。老肖，啊，老黄，就是他干的。昨天他还说，嗯，让我家欢欢一命抵一命，村里人都听见了，都能作证。那是气话，那怎么能当真呢？这，你说不是你，谁能作证？反正你没回家，你去哪儿了？老黄，宝山，欢欢他爹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你只要把事说清楚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啊，谁能给你作证？你还给他讲什么道理呀？我闺女都成这样了，她就是个畜生。老黄，先别激动啊！黄欢，嫂子，你咋过来？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！你别着急，把他给弄来了，你别着急。哎，宝山，你倒是说呀，到底去哪儿？我啊！救我！鬼！姨，干啥来了？你咋了，姨？姨，你怎么了？说啥呀？我真的没干的，说不说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说，
不，我说，有人能给我作证？谁？快快快，村长，你们可来了！赶紧看，老爷，弄清楚了。你看，骨盆这么大，肯定是男的，没错。老黄，你太激动了，那这下搞清楚了吧？赶紧回去放人吧。那我们家欢欢去哪儿了？肯定没事儿，说不定去哪个同学家去玩去了。你看，现在还不到24小时，你就是报警，人家也不受理啊。我去放人吧。哎，老黄，这棺材钱你得给我。这又不是我们家欢欢，这棺材我不要了，你拉走。哎，这人都装里边。这个钱我来给。哎，村长，这钱可不能瞎掏。没事，等找到了主家，我再管他要。你就要把白虎给我找出来，我这两天还来。这咋回事啊？你们家白虎呢？他也欠你钱啊？嗯，没有。是这样，这个今天早晨咱们村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是男性，是白虎？不，这倒不一定。这个尸体都烧得不成样了，所以我这不是挨户通知一下，看看谁家少了男丁。要是白虎才好呢。你瞎说啥呢你？村长，老严查出的尸体是谁了？谁呀？陈子立。范老赵，你有没有陈自立的电话号码？你要干嘛？哎呀，你别问了，我有用，你有没有吧？好像没有，他很早以前都到城里打工去了，跟村里边人没什么交集啊。嗯，那好，那算了。吃点热，快吃啊。这个任务，谁呀？我不认识。来了。
丽琴，你没再给自立打个电话试试？身份证都在，那还错得了？那也不一定。那要是自立把钱包丢了，让这个人给捡着了，万一要是搞错了，那……丽琴啊，别太难过，想开点啊。喂，谁啊？喂，陈自立，你等等，等等，千万别挂啊！哎，哎，说话，啊，哎，玉琴，玉琴，快快，电话，自立的。啥？真的是陈自立，你自己听。喂，喂。咋样？啥也没有啊，我听听。没有啊？不会呀，我刚刚打，你看，陈自立，老肖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身份证都在，还能出错啊？看你今天闹的那笑话，我是害怕再出错。这之前就弄错过一回，看把人家宝山给打的。这万一要是再错，明天出殡，把棺材下葬，然后陈志立回来了，这可就有意思了。这说明咱们工作失职。哎，这治安本来就不归咱们管，要我说。再出状况就直接把警察找来，免得最后再有个啥事都怨咱们，您说是吧？给我一根稀罕呢啊，最后一根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买烟去。你早抽开烟了？瞎想啥呢？有这功夫啊，赶快把猪圈给修修，你放到那也不管。要说这事儿啊，也真是邪乎，一口棺材换了两家人，头一次遇到这事儿，换到谁家都不好过。这几天要是没事儿啊，你少往灵堂那儿跑，没事在家烧烧香，免得沾身晦气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去找老赵，商量点事儿。
你怎么早回来了？啊，出殡完事了？没有，刚要出发，立新接个电话，是放下丧事就走，让大家都先回去。你说有啥事比这还重要？真是不懂规矩。那棺材呢？还在那放着呢，赶快修吧，臭死了。我做饭去了啊。喂，宗耀，你上班呢？啊，我上班呢。哦，我看天气预报了，马上要变天。你上次走得急，准备了衣服也没带，你啥时候回来拿呀？啊，我不冷，我爸呢？你爸？你爸在修猪圈呢。好，好，你忙吧，再见啊。他咋了？没事儿，我让他记着加衣服。他在哪儿呢？在单位啊。你赶快修吧，你看这臭味都飘到屋里了。哥，他家太穷了，连根毛都翻不出来。明天你要是再不把你弟弟交出来，我点的就不是烟了。别愁了，赶紧打电话把你弟找回来吧。打了，电话一直关机，欠人家那么多钱，这小子肯定是跑了。那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，明天人家来收房子了。我能有啥办法？看见丽琴他们家又把棺材抬回村委会了，听说认错了，要不他村长，我明天要再不交出个人来，我那房子可就真保不住了。这小子在外头欠了那么多钱，我是真还不起啊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把那尸体借给我吧。那你们怎么不去找找白虎呢？这小子都跑出去半年多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这要债的再一来，他更得躲得远远的。我是真没办法了，我求求你了。那明天早上去把棺材拉走吧。哎。
啊，不，这个我不要，你拿回去。不不不，你拿回去。你看这，谢村长。哦，我对外就说白虎喝多了，抽烟，点着了山火，把自个儿烧死了。啊，这事就咱俩知道，你可得替我保密。哎，谢谢村长，那我走了啊，你忙吧。谢谢村长。进村了。哦，好好好。那来来来，咱起。起好。照片呢？哦哦，照片。要是哭。那咱走吧。宗耀回来了，哟，他瘦了，可是衣服脏的，脱下来妈你洗洗。坐办公室都那么累啊？啊，我爸呢？你爸呀，不知道咋了，一大早起来说村长不想干了，到镇上辞职去了。你歇会儿，妈你做饭啊。村长来了，你们为什么不把棺材埋了？哎，村长，你消消气儿。他毕竟是个外人，我也不能把他放到我们家祖坟里啊。但也不能那么放着呀，总得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呀。我实在不知道该放哪儿啊。村长，那万一哪天那真正的主家要是找来了，咱不是省得再挖出来了吗？哦，村长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那些要债的一看人没了，
转身就走了。哎，村长走呢，留下吃点饭吧。村长，没有，他好像还没跟家人说。啊，那你可小心啊！他不会是想玩玩你就甩了吧？啊、他敢？那可没准儿，人家现在在城里，你又看不着。哪天呀、啊，找个城里姑娘，你就等着被甩吧你。我们俩又一块怀孕了，是不是？不怕，我有办法拴住他。哎，先不说了，我妈上完香出来了，回头再聊啊。走吧。